就是再把它怎么样写到这个储存格，那这个储存格叫什么呢 ？Sales 第二列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后先列再栏，第二列的第一栏，所以是这个储存格，有没有？这个把刚刚这边的资料再怎么样呢？放在这个就是这一个储存格，对不对？就第一个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储存格，就这一个，以此类推嘛，那就是分别把这个后面的阵列怎么样？刚刚是写过来，现在就是啊写回去到这一个工作表的这一栏里面，就分别把它填上去。那填完之后的话呢，它做什么事情呢？在做清除资料的动作。那填完之后有没有？再来就把它再切回去。所以切回去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清除哪些资料呢？分别再把我需要清除的资料，分别就是这个资料、这个资料、这个资料，好、哦，还有这个范围的资料，通通都把它清除，还有白色的区域。那也就是说，分别是把那个 B2、B3、12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B2， 应该是 B7 到 B11， F7 到 F11 这几个范围啊，总共五个范围呢，把它清除。那清除的程式怎么撰写呢？其实前面我们有录制过程式啊，录制过的话，那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吧？哈，就是利用什么呢？这个地方第一个动作呢，哈。切换回什么呢 ？W3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就切换回 W3， 对不对？然后的话呢，再来就是选取我要清除的范围。各位还有印象吗？就是录制清除有没有？有一个叫什么 selection.clearContents 这个，但是我要给它范围，那哪些范围呢？分别就是 B2， 啊，这边少一个逗点啊，记得哦，这个地方 B3。逗点，然后12，然后再来就是范围的话呢，就是 B7 冒号这个 B11， 再来 F2 到 F11， 后面加个什么点 select， 就是我把我要清除的范围先做选取。那有 select 就会有个 selection， 就是一个动词一个名词，然后 selection 点 clean content，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把我要清除的部分清除掉了。好、哦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如果已经完成、哦、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试试看，看看刚刚的动作呢，是不是可以做到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再把怎么样单号是哪个？单号是这个单号，再把它加一之后、哦、再把它补回来。也就是说，将来我们这地方单号就可以自动加一。那单号怎么自动加一呢？哈、哦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在比如说 range。直接在这个 range 里面哦，然后刮弧，因为我要在 B3 里，在哪一个呢？ B 单号是 B2 哦，在 B2 里面的话呢，我要再加，那怎么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A 刮弧0哦，那这里面的话呢，我再把它加上，哈、哦，加上一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加一，哦，把这个数字加一，等一下这个测试看看哦，可能会有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有 S。他会把它当成什么？当成一个文字来看待，或者我们把它改一下，这边把它改成，干脆改成零，就是改成数字好了，用数字方式当成单号好了。OK， 那我们来试试看哦，这个地方完成之后呢？